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Hello。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这个梵拜的缘起，由梵拜的缘起讲到这个音声佛事止观双运。这个止观双运可以说是我们佛门啊修行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跟训练哦。比方说我们这个净土念佛啊，都会在这个静坐念佛的时候打这个地钟啊，这个地钟叫锥顶念，就是由原本的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佛号转为四字佛号的阿弥陀佛，就越念越快，越念越快，一个字咬着一个字啊，就叫锥顶念，锥顶念。那这个锥顶念一直念念念念，念到越快的时候呢，就刹板。刹板的时候呢，会打三下木鱼的止境。那这三下木鱼的止境呢、啊，就非常的重要。会用心打的人呢，他打这三下的木鱼啊，跟不用心打这三下的木鱼啊，可以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不会用心打的人，他就一所谓的一样画葫芦，就是。念到最后煞板就是要打射三下作为止境嘛，所以就他就呆呆的就打这三下。但是会用心行止观双运的人，在打这三下木鱼的时候啊，他在下手打这个木鱼，如果他有止观双运，在打的时候他有进入止境身心止息禅定的状态，打这三下的时候呢，他有心起要让所有一切参与法会的人能够入一心不乱。在打这三下木鱼的时候，这三下木鱼打下去啊，很有可能参与法会的这些念佛的人、功夫道的人就会，是因为这打木鱼的执法器的这位法师，他有行这个止观双运，助导所有一切参与法会念佛的人能够入一心三昧，在打这三下木鱼啊，他就能够入一心三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止观双运的一个课程跟训练。在禅门我们就说这个是翠左同时，就念的人他有用心专注在念佛，执法器的人他也有用心专注，乃至发菩提心、发慈悲心、发饶益心，要让所有参与法会的人经由他这样的执法器打地钟带领大家念佛，到最后越念越快的时候刹那而止，打这三下木鱼下去入一心三昧。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法师啊去给信徒开光啊，
佛像不需要我们开光啊。但是信徒为什么要请我们法师去他的佛堂安佛堂的时候去给他开光呢？无非也是要借由我们的法师平时的这个修持戒定慧三学啊，熄灭我们的贪嗔痴三毒啊。我们有戒定慧跟慈悲心啊，菩提心。那我们在给这个佛像开的时候念这一个开，就注入了我们修行人的这个止观双运跟慈悲心啊下去，那这个佛像就借由我们法师平时的用功啊，平时的行止观双运啊，在给人信徒安佛堂的时候啊，可以让这个佛像，可以让这个佛像能够给人欢喜，给人加持力，给人感应力，给人助导力。所以这止观双运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本身具足戒定慧三学，同时以我们的大悲为上首，大悲心来行这止观双运。那我们所做的这个执事啊，就能够发挥无比的力量，因为我们这执法器的这个法师，他有用心啊，要让所有的人参与共修的人，借由他的一个领众维诺的带领，大家能够入这个不思议境，入这个不思议境。所以这维诺在执法器啊，乃至于所有这个法会当中执法器的人，如果大家能够体认到这一点啊，就不会妄自菲薄，而我只是呢要执法器而已，我就被派到领怒鱼，我就被派到领这个宝中鼓。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就太过于让我们这一尊佛啊在那边睡觉，在那边睡觉。那如果我们每一位执法器的人能够体认到这止观双运的一个重要性，跟他所能够发挥的这个无比的功效力量的话，那我们所有执法器的人啊，就是把你这一尊佛啊放光啊，加持啊所有与会的人啊。所以在禅门里面啊，佛门里面就有说啦，就说这个维诺说大众会命啊，再如一生啊，汝若懈怠，过在汝身啊。那同样转过来，汝若用心啊，功在汝身啊，是不是？汝若懈怠，过在汝身。但你把它转过来，汝若用心啊，功在汝身啊。那同样的，大家都一天在修行，但懂得这个窍门的人，这样再过一天，他就日日行深，在增长他的福德之量啊。在我们打这个地中最后这三下，能够兴起止观双运禅定的这个功夫啊，打这三下要让所有念佛的人入一心三昧，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助导的这种度量跟心肠啊，那这样日日行深啊，有朝一日啊，绝对有人可以跟你相应，会借由因为你这样的用心执法器，用心打这三下木鱼的止境啊，入一心三昧，入一心三昧，这是不可思议的相应力，不可思议的相应力跟加持力。有一次，这个大专学生啊，上去这个南投水里莲音寺啊，大家都会请这个蔡云老法师给大家加持。那有一次，蔡云老法师就开示的说：“我在给你们加持的时候啊，你们的心里面啊，不要呆呆的，不要呆呆的，什么都没想。应该在我在给你们加持的时候呢，你们每一个人自己要默念佛号。”或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或者是念你们平日最用功的这个咒也好，佛号也好，那这样的话，我在给你们加持的时候呢，就有不可思议的这个感应力啊，这个力量出来。那从他老人家这样开示啊，才让我们体会到说，原来啊，我们在求老法师的加持的时候啊，我们的心不要呆呆的认为说啊，我就呆呆的等着老法师的加持就好，那太可惜了，但太可惜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内心没有用功啊，没有做功夫啊，要光靠老法师，光靠师父给我们的加持力啊，那就有限了，那就有限。那如果老法师或者师父在给我们加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把我们平日最用功的这个修持，看是念阿弥陀佛或念观世音菩萨或持诵哪一个本尊的咒语，就把我们自己平日最用功的最上手的佛号咒语在心里面默念，那这样的话就更能加能够感受到老法师师父的加持力，而当下那种加持力可以让我们的心呢更加稳定，更加止静，可以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修行人，每一位执法器的人也好，或每一位执事的人也好，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都能够兴起这样的一种止观双运，以为公为众，劳役大众的心呢，兴起慈悲心，兴起劳役众生心、菩提心，来做我们的执事，来执我们的法器，那功德不可限量，就是巧把佛事，巧把尘劳当佛事，就是所谓的巧把尘劳当佛事。所以有的人，有些信徒啊，他不了解到这个道理，他认为说我在社会上已经很忙碌了，没办法修行用功，所以呢，他就发心要来道场里面呢，发心出家，想说出家人的生活比较单纯，不用这样社会这样忙碌于工作上面，可以呢更加精进用功。可是当他踏入佛门之后呢，反而觉得说在佛门里面啊，工作做不完，工作更加比他在社会更多，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地方打结了，他就在这地方打结了。那其实他是因为没有了解到止观双运的这个窍门，巧把尘劳当佛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呢、啊，把自己的家庭打扫得很干净、啊、只是自受用而已，自受用而已。顶多你只是邀请你的至亲好友来家里面呢办聚会的时候呢，你的至亲好友也才能感受到你家里面的干净啊。如果没有邀请这些至亲好友来家里面聚会的话，你家里面再怎么打扫的干净，只是自受用而已。但是如果在道场里面呢，把道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多自受用，还有他受用。为什么他受用？因为你在打扫的时候，你有注入了止观双运，你有注入了这些为利益大众的这种菩提心肠，成人之美，成就人的道业的心肠，在领我们佛门的执事。那么你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度量跟心肠跟观念，在打扫的时候，必然所有踏入这个道场的人，他只要他有的心向道，他必然会跟你的心相应，他就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位大殿里的香灯师父啊，在打扫这个佛堂啊，很用心，很发心，很细心，
乃至呢扫树叶的人也是一样，在这个凉亭里面休息或走过这条道路的人，因缘时节聚合啊，他也必能感受到打扫这条道路的这个师父啊，他很用心很细心在打扫这条路，绝对是有相应的人可以感受到你那一份心肠，这叫无情说法，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所以在于我们每一位修行人啊，懂不懂得行止观双运，懂得行止观双运，每天在道场里面虽然忙碌，忙碌的有价值啊。那在如果是在个人各自的家庭里面，个人的忙碌是基本，但是它是自受用生而已。所以为什么说共修有共修的殊胜，当然要共修，我们每一个人自修这是一个基础，但是共修的时候呢，就如同我一开始所讲的，持法器的人他在带领大家这个地中念佛，念到最后最快的时候刹然而止，打那山下的木鱼止境，这执法器的人有用心，有在行止观双运，就是彼此互相成就，彼此互相成就，翠浊同时，彼此互相助缘，在这个菩提道路用功上面同为同参道友，相互提携啊，相互携手而行啊。那这样我们在家里面自修的时候，往往在懈怠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是懈怠，但是共修的时候看到其他的同参道友这样精进用功的时候，我们想懈怠我们也不敢懈怠，这就是共修的殊胜，共修的殊胜，有这一份共修的一个殊胜力。所以有的人他认为说，我就在家里面精进用功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去参加呢这个法会的共修呢？固然在家里面精进用功，这是如同我们蹲马步基本功，但是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大众共修，有大众共修的磁场跟加持力，磁场跟加持力还是有大众共修的殊胜。那同时大众共修呢，我们就不是只是说自己表现而已，还必须要能够呢和大众的声音呢，纵然我们的声音再怎么好听，我们都必须要跟大众和和一音呢。那这样的共修无形当中就在呢恒顺众生，无形当中就把我们的我执我慢我相呢，随着大众的共修和和一音呢，就会越修越淡薄，未修越无我，这是大众共修的一个殊胜，也是必须要说给大家做一个了解。所以学佛居士啊，如果懂得这个要理，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他在发心来出家进入佛门的刚开始，他必然是比家里面呢辛苦。为什么？家里面就这么一栋房子而已啊，再怎么打扫也这么一栋房子。那道场就不一样，道场里面就有很多的殿堂，乃至道场里面有时候要有法会，就要布置要整理要安排打扫种种，工作量必然比家里面来得多。但是呢，我们的道场的一个法会是不多是自利，又能够利他。那在这个利他里面呢，巧把尘劳做佛事，巧把尘劳做佛事。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行止观双运的话，那么这些工作就是我们呢得一切殊胜圣妙功德啊。
那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止观双运的道理的话，那么工作就只是工作而已，我们就只是一个工作的人，我们没办法从工作里面获得修行。所以这在日本啊，日本就一个这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女，她的父亲呢是日本的一个将军啊，也算是一个这个好的一个家庭。那她呢去发心当天主教的修女，那日本的教会把她派到美国教会去学习，美国教会就把这位这个修女啊叫渡边修女，渡边小姐安排去行堂。所谓的行堂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呢给每一位人呢添加这些饭菜。那这位渡边小姐呢，她被美国教会安排在这个给这个教会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发这个面包。那因为这个渡边小姐她是出身名门啊，出身名门，他认为说呢，日本教会把他派来这个美国学习啊，应该是要学习高阶教职人员所要做的事情啊，或者是呢行政的事情啊，怎么派他去发这个面包呢？这发这个面包有什么好学的呢？这发这个面包是一般这个神职人员就可以做的，怎么是我这个出身名门的一个神职人员被日本教会派来美国学习的来做的事情呢？所以他在发这个面包的时候啊，他的脸啊就咱讲的臭臭啦，面臭臭啦，无欢喜啦，有委屈啦，哦，就是觉得他做这个一个出身名门来发心当修女的，居然来发这个一般神职人员所做的这个发面包，这也没什么，他就觉得很委屈，很没面子，所以他做的呢不怎么高兴，脸色呢就臭臭的。那这位负责的在美国教会的一个负责的这个修女啊，他看得出来他的心里面的反应啊，叫做问这个渡边小姐说：“渡边小姐啊，你在想什么？”这个渡边小姐不好意思说：“没有啊，我没在想什么。”那这个教会的这个修女就跟渡边小姐说了，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在做这个低阶的这个工作，当你在发面包的时候呢，你就要这样想，你是在替上帝替神在照顾每位修行的这些神职人员，你是在发放这个神的爱心，你若用这样的心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你就是在替神关怀这些神职人员。就这么一个观念啊，转得过来，你所做的事情虽卑微啊，但是所做的却是很尊贵的，很神圣的。那你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啊，那工作就只是工作而已啊，你没办法从工作里面得到这个殊胜的意义啊，殊胜的意义啊。所以呢，职事固然有大小，或者是固然有高跟低这样的分别，但是呢，懂得行止观双运的人啊，虽然所领的职事啊很基础，但是呢所做出来的事情啊却是呢很尊贵很神圣。那重点就在于你懂不懂得行这个止观双运。就像说我们在修福报，以有我之心在修福报，就得人天之圣果，那以无我之心在修福报，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样都是在修福报，有我之心在修跟无我之心在修差别就差别那么大，同样的，同样都在做事情，同样都在做工作，
你懂得行止观身运的话，你所做的出来的工作就有获得一切圣妙之功德。那你如果不懂得行止观身运的话，那你就是工作就是工作而已，工作就是没办法成为修行。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行止观身运。所以这止观身运啊，是我们修行人啊的一个窍门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在我们这颗心啊。华严经的说，心如工画师啊，人画一切相，你的心像佛，你希望每一位参与共修的人，经由你用心的指法器带领之下，每一个人都能入一心三昧，你的心向佛，那么大家就跟着你向佛。那你如果是心里面是阿修罗心，为什么是我在做？为什么不道家造轮呢？灵法指法器很辛苦啊，当维罗很辛苦啊，为什么都是我在做？要轮啊，大家轮啊。那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做的这样的计较、比较、分别、较量，起的嗔恨心、阿修罗心，那你带领大家就带向阿修罗去了。所以心呢，是我们呢成佛做主啊，或者呢堕入呢阿修罗成魔啊，就在这一颗心啊，就在这一颗心啊。所以善用其心，则能获一切殊胜殊妙之功德，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巧把尘劳当佛事，巧把尘劳当佛事，就是叫我们呢懂得行这个止观身运。同样的，把这个止观身运啊，把它扩及到每一个执事里面，尤其是呢我们晚课啊，尤其是我们佛门晚课，在放门山的时候啊，放门山的时候啊，更是需要行止观身运，更是需要行止观身运。那我们在施食的时候啊，在这个水陆仪轨里面，他就有提到这个施食的缘起是阿难，他在林间静坐，然后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化现这个面南二鬼啊，跟阿难说呢，你三天之后就跟我一样堕入二鬼啊。这个阿难呢就紧张了，所以就下座了，去请益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呢就跟阿难讲这个施食法门，就是只要持诵这个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圣妙力陀罗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辨识真言啊，一心受持这个辨识真言啊，把这个七粒米加一杯水煮开的这个开水，七粒米加煮开的开水，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准备啊，加持这个米水啊，然后借由我们的止观身运，借由我们这个止观身运，出生种种的殊妙甘露味啊，种种的殊妙甘露味啊。那这我们的行者在修这个止观身运的时候，你得要先自己的心要止静下来啊，这个水静才能见底啊，诚心才能明辨啊。就你的心要先能够止静，你的心如果是浮躁毛躁的，你当然观不出来，得要先止静。那心止静了，诚心则能明辨，就能够起观。那观想种种的这些殊陀妙垢，殊陀妙垢，那也观想这些幽冥众生呢，借由佛力，借由这个咒力呢，来临道场，然后大家呢，借由这个佛力的加持啊，咒力的加持啊，大悲水的一个洗涤洒净，大家身心洁净，然后在这边呢，皈依三宝。忏悔业障，发誓弘誓愿，然后受持法时啊，受持法时，受持法时完了之后，再导归净土，念佛，
由这个观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所成莲花，来接引这些幽冥众生呢，能够呢，导归净土，导归净土。所以这个施食法门当中呢，我们如果能够行止观双运的话，日日行深，自然而然呢，就有那个味道出来。就像我们大家学这个毛写毛笔字啊，那看老师写就好像很轻松，人老师写得很有力，就写得很好，那我们写的就歪七扭八的。可是呢，我们呢肯愿意每天练习，每天练习，练练练，有朝一日啊，日久行深啊，写出来的这毛笔字啊，也有那个老师的味道，也有行家的味道，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啊。那我们每一天施食的时候，行止观双运啊，日日行深，积功累德啊，这样也会能够修出，自然有那个味道出来，自然有那个味道出来。那这个在修这个止观的时候，这个嘴入仪轨里面，他就有提到，他就讲解如何施食修观的这个窍门啊，的这个窍门，他就教导我们呢，这个观想这个七粒米一杯水，由这个米水当中呢出生切呢殊陀妙供种种美味啊，那从这个美味里面又出生种种的妙香宝花天衣璎珞跟歌乐园林楼台，那这些呢透过呢这个因陀罗网地网珠啊，因陀罗网地网珠的这种修观法，因陀罗网地网珠的修观法，千光交映啊，一珠去多珠，多珠去一珠，一多相摄，比比互照，这种因陀罗网的地网珠修观法，这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遍满虚空法界。那这样的一个修观呢、啊，我们用台语说呢，就是满天转金条啊，这叫假观，这叫假观哦，熟地满天转金条。因为透过我们的用心修观嘛，哦，想了这么多的种种的殊陀妙供美味啊，还有这些音乐啊，这些楼阁园林啊，种种这些想的这些观想，想的很多，就叫摩天转金条啊，叫熟地，熟地假观。那要杀无半条，拿出来给我们看啊，你观想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那么多好吃的食物啊，那么多好吃的水果、音乐啊，园林楼台啊，拿出来，拿出来看看啊，要杀无半条，这叫空观，叫真谛。那真俗不二啊，三轮体空啊，不非有非无啊，这叫中观中谛，中观中谛，这三观啊，三谛。那我们施食的人行这三观三谛，再配合呢这个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三德体相用，这样的一个施食啊，就是一种法食啊，就是法食。所以在一个施食里面呢、啊，更需要行这个止观双运，更需要这个止观双运。那止观双运里面有这个因陀罗网地网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这个镜子啊，两个镜子互相照耀，但是镜子呢，它只是180度而已啊，平面对镜子的上下后面，这个镜子就没办法照耀得到，但珠就不是啊，珠是360度啊，360度嘞，上下左右、前后、十方呢，都能够光光相照，一珠去多珠，多珠去一珠啊，一多相摄，彼此辉映，就能够借由这样的
因陀罗网地网珠的修观法，帮助我们呢修持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所以呢，在这焰口里面呢，这个观想放去则遍十方法界，说来所在一微尘啊，就在我们的心呐、啊、的一个微尘呐、啊。那逆心又不可得啊，逆心又不可得。但虽然逆心不可得，诶，它却有无比的作用力的一个力量，所以不可以小看我们这一颗心呐、啊。哦，就像这个饭菜啊，为什么有妈妈的味道？就是在煮饭菜的时候，妈妈有注入她的爱心呐、啊。那妈妈有注入她的爱心，你看她煮出来的饭菜都有妈妈的味道，更何况我们行者有佛心有菩萨心，怎么你修出来的这些施食没有佛的味道，没有菩萨的味道呢？绝对是有，绝对是有，这叫不可思议，这叫不可思议啊！所以每位修行人懂得止观双运的话，那每一个修行人这一尊佛啊就放光了，就放光了。所以为什么修行人老修行人啊就越修就越老来宝，越修就越老来宝。那你如果不懂得这个止观双运的话，那只是一样化葫芦啊，只是一样化葫芦、啊、里面皆没有生命力啊，里面就没有内涵啊，没有加持力啊，没有那个感应力啊，那跟电脑机器人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修行人啊懂得止观双运这个窍门的一个殊胜地方啊，窍门就在这里，善用自己这一颗心去行止观双运，去行止观双运。当你在打这个地钟的时候，越打越快，越打越快，打到最后只进那三下木鱼啊，行者能够兴起，要让大家能够入一心三昧这样的一种心量、心肠跟理念，在打这三下止进的木鱼啊，那打下去这个声音啊，绝对是不一样。绝对是不一样。行者你有这样的用心，共修的人如果也有这样的用心，那彼此互相相应，就彼此互相入不可思议境，彼此互相在菩提道业携手同行，携手加持。那这样才怎么共修，殊不殊胜，和不和谐，有没有正能量，绝对是有，绝对是有。那如果不懂得这个止观双运的窍门，那都一样化无，打那三下，师父说要打那三下止境，我就打那三下止境，那开境的时候我就打一下止境，木鱼就开境，你直接一样化无如啊，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懂得窍门的话，那我们呢这个修行成就就有望了，修行成就就有望了。啊，不懂得这个窍门的话，那就还是必须要在那边摸索。那边摸索的时候呢，做着做着就会觉得说，这个道场工作怎么这么多啊，累死人呐、啊。那倒不如呢，我在家里面呢自己修就好，又不用看人家的脸色，又没有那么工作那么多，要去哪里？礼拜六、礼拜天要去参加共修。师父还很欢迎呢，希望你下次来，到处受人欢迎。那如果在这个道场里面呢，就要受人家管教，要去哪里就不行，就会怎么样？就会退失道心了，就会退失道心。那其实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到这个止观双运的这个窍门呐、啊，止观双运的这个窍门。那这个窍门呢，还真的必须要有善知识的教导。没有善知识的一个教导，有时候我们要掌握到这个窍门啊，还真的是不容易，还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后面就有提到这个道安大师啊，
道安大师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佛图腾呢、啊？如果没有遇到佛图腾呢、啊？直到道安大师这一匹千里马，也没有后来道安大师在中国佛教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因为道安大师本身呢、啊，长得不怎么庄严，矮小又黑，可是呢，他过目不忘，他过目不忘。所以道安大师的学问很好，学问很好。但是他出家的时候呢，他的剃度师父呢不看好他，认为他既长得矮小，又长得黑黑的，不怎么庄严好看，所以呢就让他去耕田，耕作三年之后，这道安大师呢才向他师父要这个经典来读啊。那他师父说：“看你这个样子。”你也想要读经，就像那个六祖去见五祖一样啊！你葛僚也想要成佛一样的道理。那道安大师被他师父看不起，他当时随便拿一本经，5000字的经给他。道安大师到晚上回来时候的还给他师父，他师父说：“看完了吗？”“看完了。”他师父不相信，隔天再拿一本10000多字的经给他。到了晚上，他又回来又还给他师父，他师父说：“看完了吗？”“看完了。”师父不相信了，叫他背，他一字不漏背出来。这时候他师父才惊讶，才刮目相看，这个又矮又黑的道安呐、啊，居然这样的一个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啊，都让他去受戒。受完戒呢，这个道安大师就离开他的剃度师父啊，去亲近这个佛图腾。佛图腾一见呐、啊，惊为神童，惊为神童。所以呢，道安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伯乐啊，这个佛图腾大师啊，看得出他是一匹千里马，这个道安大师啊，也没有后来的这个大的成就。所以呢，修行啊，窍门的打开啊，还真要有大善知识的一个教导、点醒跟点破，才能知道这个修行的要理跟窍门啊。不然的话，也都是一样化葫芦。给佛像开光就开，哦，给佛像呢擦，就毛巾拿起来就擦，那拿镜子照就照。但是呢，行者，你不懂得行止观双运的话，那只是一样化葫芦啊。这里面呢、啊，就缺乏生命力、加持力跟感应力啊。那我们再回过来来讲这个地网珠，因陀罗网地网珠，因陀罗网地网珠呢？为什么让珠就是360度光光相照？那我们要从哪里能够了解这因陀罗网地网珠呢？必须要从这个《华严经》的普贤恨愿品，普贤恨愿品里面呢，去了解怎么修这个因陀罗网地网珠。那这个普贤恨愿品的后面记诵呢，它讲的比较呢贴切，也比较容易让大家了解。在这个普贤恨愿品的后面，这个寄送里面就有说到了，说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理尽无余，普贤恨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理刹尘佛。这一句话很重要。一生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理刹尘佛。怎么一生复现刹尘身呢？一一遍理刹尘佛呢？就是借由这个水晶珠，我们就有这个水晶珠，这个珠珠光光相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能够呢，一生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理刹尘佛，就能够呢，借由这个。因陀罗网地网珠呢，来行这样的一个一生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理刹尘佛的修观法。那于一城中陈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就是有佛，自有菩萨，有护法声闻缘觉，护法龙天天人阿修罗，声闻这个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十法界共处一会啊。无尽法界成一然，身心诸佛皆充满了。所以说，我们举一佛啊，聚十法界。你不要说啊，
经文里面就只有佛，于一城中陈述佛，各诸菩萨众位中，那我们就这么呆板的就有佛菩萨而已，那几章有佛、菩萨就没有声闻缘觉吗？就没有这些护法龙天护佑吗？都有啊，所以举一佛就等于十法界。那我们一生复现刹成身，一一片理刹成佛，举一片理刹成佛，就是片理十法界，片理十法界一样的道理。那这就是一生复现刹成身，一一片理刹成佛，就是修地网诸因陀罗网的共无尽佛的一个修观法，共无尽佛的一个修观法。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水晶珠啊，光光相照这样的一种工具，来协助我们一生复现刹成身，一一片理刹成佛这样的一种修观法。那共无尽佛，那也要共这些佛的这个修无尽共啊，各以一切因深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以诸最胜妙花曼，伎乐涂香及赏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妙高具就是像须弥山那么样的大，一一皆如像须弥山那么大，像大海那么多。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恨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这就是修无尽的供养。就举一香，具有香花灯土果月衣食宝座这些种种十供养。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因陀罗网地网诸的这种修观法，就必须要去读普贤恨愿品。读了普贤恨愿品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去修这个因陀罗网地网诸啊，入华严法界，去依集一切一切即一的种种无尽供养啊。所以呢，就举一反三呐、啊。所谓的举一反三，就举一香，香云盖菩萨摩诃萨。我们不要那么呆板的就唱香云盖菩萨摩诃萨而已，其实就举一香云盖，它就是遍满香花灯土果月衣食宝座种种十供养。那举一供养佛界，就是具足供养十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十法界普皆供养。那举一礼敬诸佛，就是兼具普贤十大愿王，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学佛学，九者恒顺救生，十者普皆回向。举一礼敬诸佛，就兼具这十大愿王啊。所以我们一合掌不独是十法界为一心之所造，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举一反十啊，举一反十啊，举一反十啊。那懂得这样的一种止观双运的修观法，止观双运的修方法，我们行者你这一个合掌礼拜诸佛，礼佛三拜，礼佛三拜，你就具足了十供养，具足了供养十法界，具足了普贤十大愿王啊。那你这一礼拜功德大不大，能不能量啊？功德岂可量哉啊，没办法量，数不清啊。那不懂得行止观双运的话，那只是就是一样花葫芦，人家拜佛三拜我就跟着拜三拜，如此而已啊，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所以那时候这个孟禅老法师啊，来到台湾呐、啊，他就去亲访、亲近这个参访啊，这个禅云老法师啊，禅云老法师那时候当然是当侍者，当侍者。那这个孟禅老法师啊，在莲池住了三天三夜、啊，跟禅云老法师啊聊了三天三夜。那有一次，当然这禅云老法师就请这个孟禅老法师跟大家开示啊，
那孟参老法师就说了，他说这个我看这个参云老法师拜佛那么慢啊，其实他就在行这个普贤十大愿王的拜佛法。那时候我们还当学生啊，还对这个普贤恨愿品不是很了解，对这个紫光酸力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只是听一听而已。等到现在了解了之后啊，才知道说这个孟参老法师啊，说这个参云老法师在这个拜佛的时候那么慢啊，他就在这个行这个普贤恨愿品的这一种因陀罗网地网珠的这种礼佛法，在礼佛啊。所以不管参云老法师也好，或者是孟参老法师也好，他们对于这个普贤恨愿品啊，其实呢都是很讲究、很注重的，很注重。那普贤菩萨他为什么骑六牙大白象呢？这六牙就象征的六度万恨啊。那白呢，就代表着清净无私无染，为公为众，无我无私啊。那大象呢，象征的可以带众，可以载众，因为这个大象啊，可以载很多人啊，而且大象过河啊，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这代表着我们修持啊，就是要一步一脚印，要能够荷载如来家业，有承担力，要当仁不让，有承担力，要能够为公为众，无我无私啊。去行六度万恨，就普贤菩萨这个骑这个六牙大白象。那同时呢，也要效法这个普贤菩萨，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十大愿王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已业无有疲厌的这种广大恨怨啊，不为以少为主啊，过了稍做点善事啊，就喊多啊，喊累，就是我们呢修行人啊，要以普贤菩萨大恨力啊为效法的榜样。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拜忏啊，梁王宝忏也好，或者慈悲三昧水忏也好，这些忏法照道理来讲，应当要先礼请佛法僧三宝才对啊。可是呢，我们的忏法仪轨里面却是先礼请普贤菩萨，称赞普贤菩萨，唱诵普贤菩萨恨愿品的偈颂之后，接南无宝堂华菩萨摩诃萨，行这个紫光酸运啊，听你散花，举一花就支具十供养，从天女散花而降，宝坛华菩萨摩诃萨。唱完之后才礼请十方法界佛法僧三宝。为什么仪轨是这样的安排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行者效法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愿王的精神来修，来行紫光酸运，那我们修行呢就能够入这个窍门，入这个窍门。普贤菩萨是我们修行人在这个紫光酸运上面必须要去研读的这一本普贤恨愿品，是这么样的重要，是这么样的重要。那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施食啊，我们在施食行这个施食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啊。每天简单的七粒米一杯水这样的施食，行紫光酸运普贤恨愿品的因陀罗网地网珠在行这个施食法，可以说呢每天每天门山施食啊，就等于在做一堂水陆大斋一样。所以呢，这水陆仪轨里面他就有讲到说，众善之中啊，求其事简，就是简事情很简单，就七粒米一杯水而功最深者，为施食一法门耳啊。求其事简而功最深者，
为施食一法门呢？就一杯水七粒米，借由行者你这样的一种止观双运，普贤恨运品的因陀罗网地网诸修观法来施食的话，那什么呢？它是功劳功德最深的。那又讲到说，凡世之人欲习灾除病，求愿祈福啊，欲资粮来报者，就求我们未来的资粮，或者呢救度我们先王人，拔度我们的先王的亲属，未尝不以事为先啊，就以施食 为先。所以在佛说就拔焰口恶鬼陀罗尼经，他就有提到说，阿难，汝今受持福德寿命皆得增长，皆得增长，就不会如这个面南大师说的，你三天之后就会堕入恶鬼道，不会。你要肯施食这个法门的话，受持这个施食法门，你的福德寿命皆得增长。所以佛门就有句长命金刚啊，长命金刚就是你懂得焰口金刚上师的人，懂得这样的一种止观双运、普贤恨运品、因陀罗网地网诸的施食法的话，其实你的福德寿命皆得增长，就长命金刚的意思啊，长命金刚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由这个梵拜音声佛事，讲到这个止观双运，就是我们佛门修行的一个窍门啊，佛门修行的窍门。我们懂得止观双运啊，日日行深啊，功德岂可量哉啊，功德岂可量哉。所以呢，就借由这个梵拜的因缘，那讲解这个止观双运的这个修行法门，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下一节课呢，我们就接续着这个曹魏三国佛教里面的曹魏佛教，开始呢进入我们回到我们中国佛教史的上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先休息。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特为病苦者祈建49天药师法会，恭请慧信法师主法。日期7月20日农历6月3日起，至9月14日农历7月30日止圆满。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逢星期三休息。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孩立牌位，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为一切有缘众生消灾增福寿，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欢迎提早来电报名。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十地菩萨的发光地菩萨是三地的菩萨，他勤求佛法，受持佛法，
能够忍受一切外在的境界，不再动心。他精修定学。